给呀，给呀。以前呢，看哪户人家有没有钱，就看这个水桥它有多少个。如果它有两三个水桥，就是比较高，水桥做好了。像这座桥呢，是老桥了，就是这条河是漕运的，漕运是古代的官方运送物资的，所以这个上面你看到这个桥拱特别高的都是老桥，因为它行的是大船货船。你不要看它的河道窄，这条河以前它的一个功能是。国庆吧，热闹。
要一点热闹，这叫仪式感。那你脑袋上面这个一样的，对吧？今天人少，你几个还没出来。那边也有彩鱼，哎，去吧，吃螃蟹，有彩鱼。去啊，也就这样，这个就是。说的那个，那个不是固定的。我当然不是固定的。也不是那个。要不是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固定的。看人那个，有一些。那你看这些休息的都挂在别人旁边。这就是技术。舒服吗？这个船？好的，到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来，上吧。